太近距离。我角色怎么这么……转圈圈还在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早安，太金巨乳，真是取了个好名字。啊，妈妈和校长有事要说，你回自己的房间准备上学的东西吧。我已经没有办法成为一个普通的任天堂玩家了。我看任天堂的所有作品都觉得哪里不太对劲。Saving 啊，鸟啊！不行，这个太蠢了。是，扑论。大可迪克，我们踩了上来。看那个蹼是蓝色的，觉得怪怪的，吃太多色素的感觉。嘶嘎嘎嘎哦！神兽竟然被火属性的狗，哇！神落平阳被狗骑，只有叫声大了。我靠，这么好用！啊呜啊呜！狗会怕。神秘的宝可梦瘫软在地上，要给他能恢复活力的东西吗？三明治，老妈要给我吃的，不如你吃了吧。阿嘎，捏得真正。咬咬咬。宝可梦，有东西在靠近。鲁卡，我觉得我的鸭蹼要被咬下来了。哎，直接缩了。犹豫了一下，啊！冲啊！看这狗好意思哎！啊！那么多只怎么打？纯粹的飞走了，太神了那个腿。这个吊针也太严重了吧。
可能可以看透一切，看透一半好了。射出来，射出来了！哦，是刚刚看到那个，就是洋葱啊，当洋葱，甜煮煮，你这样进化好像也色色的、哦，赶快用翅膀拍拍它，干！甜煮煮的汗哦，不好吧？看透一半，看一下哈，尾巴泥巴射击，珍藏的一招，你有哪一招？啊，开挂。这上就是电器电灯泡，那宝可梦太进化，让属性的威力更加提高吧。啊，我地面系的，可怜，碎了剩粉。点缀这个世界观，八九九八九八，啊，这个该不会是巨前蟹的钱吧？不好吧？哇，那裤子好短，色天心队，哇，他的衣布背包真可爱。有业绩啊，去搭救。连大哭的孩子都会破涕为笑的天心队，还要让出空间，蛮有个性的其实。超适合卖玩具。旁边那个跳舞真可爱，旁边的人都一格一格的，超恐怖的啦！热血沸腾，兴趣是练肌肉，喜欢的属性是。转光明与黑暗，物理与特殊，喜欢和讨厌，那肯定是光明与黑暗。不止打转，但是你很担心焦点。一场太金团体战中，最多可以使用三次声援，使用声援会消耗自己的回合。哦，结论硬的不行就来软的。再不行就生了。这个老师怎么讲一些大人已经没有办法轻松理解的话？阿嘎，
商务人士圣衣，到底是商务人士圣衣还是商务人士圣衣呢？真是令我好奇。啊、这是啥？兄弟，你是啥咪物件？你是钛金化地主？啊，你哪谁？你头上直接有一栋房子哎！哇，效果绝佳，还不会解除。哦，它钛金化是强制可以那个。这么普通的抓到它了。哦，大可迪克的样子。好丑。彩粉碟要多吃一点哦，粉菜。道馆馆主阿峰，大可大可。说不定会吃大亏哦，眼睛好色，轻轻拍肩区里，吸取之吻，天哪，我的这个拉鲁拉斯，又催眠又魅惑又吸取之吻，连斩，啊！效果绝佳，连斩啊！我被穿了，太神了！连斩，效果绝佳，完了，我被袁熊熊当智障在扁，恶意追击。哎，屌虐！废！气若游丝。你的实力即使是在对战时，也不断的在膨胀了。我讲一些黄腔啊。攻破元魔道馆，可以跟手下败将拍张照。兄弟，你去打他。我又看到一只小小象，小小象灭绝大成功。扁他，扁他，别让他跑了，别让他跑了。哎呦！这是什么？你怎么这么红啊？哎，靠边！你怎么把踢死了？我的纪念球！干！哎，直接抓，一球超人。